亲自证明呢样嘢。咁中意做猎人，去森林打雀仔啦，想打老虎啊？几时轮到你啊？我鬼王向来踢斗，对眼永远有前冇后。佢只不过系个细路哥啫，你咁都唔放过佢？身为警务人员，就算杀人嘅系罗宾汉都一样要捉嘅。我哋的法律唔系要嚟伸张正义、取保安良嘅，而系要嚟保护嗰啲杀人唔眨眼嘅杀人凶手。我比你更加疾恶如仇，你以暴易暴嘅方法我都识做。每一个好差人都应该知道邪不能胜正，好彩我得一次啫。你偷过乜嘢啊？偷心啊！我真系唔明白点解法官要放咗你，不过唔紧要，佢放咗你，我而家一样可以一枪打。我喜意火车前进的大无畏姿态，和我做人的原则一样。啱，你应该知道火车前进的第一个原则不是大无畏，而是循规蹈矩。火车一旦出轨，就会车毁人亡。又何必败成执法先锋咁冲锋陷阵，好危险的。